不妨用呼吸，让身体进到很深的放松。这一切都是你的选择，没有人能够代替你放松。放松是一个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一个生命的现象。你的智慧、你的经验，可以在今天帮助你带动进到很深的放松。好，现在呢，把焦点放在呼吸上面。我们让呼吸带着身体进到深层的放松状态，去感觉一下呼吸，感受在呼吸的时候，去关照整个身体。吸气的时候，感受身体的状态；吐气的时候，去感受身体在吐气的时候状态。呼吸的时候，让身体伴随着，让你的吸气跟吐气抚慰你的身体，感受到身体好像被每个呼吸按摩一样。在呼吸的当下，用你警觉敏感的心观察呼吸，什么都不要想，观察你每一个吸气跟吐气。观察吸气的时候身体的状态，吐气的时候身体被抚慰的感觉，每一个自然放松的吸气跟吐气，让你的身体慢慢的放松。在呼吸放松身体的时候，要记住肌肉要放松，可以先从肩膀的肌肉观察，把注意力聚集在肩膀上。每一天沉重的工作让我们的肩膀辛苦了，借着这一次智慧神心的呼吸，放松我们的肩膀。肩膀每一天陪伴着我们，忠诚地支撑着我们的生命跟工作。现在这是回馈的时候，对他最大的回报就是放松他，给他放假。感受肩膀每一寸肌肤都很放松，敏感的感受肩膀的放松，让它放松到感受到似乎消失。当感受到肩膀很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愿意把这种放松的感觉延续到身体其他的地方。放松很简单，让它放松。当肌肉感受放松后，回到呼吸上，去敏感的感受呼吸，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呼吸的每一个细节上。同时呼吸的时候
关照身体，感受上呼吸的时候，身体也在呼吸。感觉呼吸的时候，肌肉的收缩，胸部膨胀跟收缩的时候，肌肉的运动，去仔细的感受肌肉的运动，甚至于感受在鼻孔旁边协助肌肉进出、协助空气进出的肌肉，微小肌肉的牵动，让你的呼吸、鼻孔的收缩跟膨胀，让呼吸更顺利。感受一下呼吸的时候空气的流动，空气在呼吸道进去出来，感受空气在体内的运动，同时感受呼吸的时候，呼吸的节奏是快一点呢，还是慢一点？是均衡呢，还是比较不规则？不管你的意识在怎么注视你的呼吸，但你的潜意识知道，他会用最恰当的方法、最恰当自然的速度，让你的身体经由呼吸越来越放松，让每一个呼吸带动你的身体进入更深的放松。现在如果你愿意，让我们用几个呼吸来引进在宇宙间非常充沛的能够疗愈你身体的能量。想象在你的头顶上，从宇宙最高的神性处洒下金色疗愈的光，这一股疗愈的光在你的头顶上非常充沛，你感受到神仙的光在头顶上盘旋，感受随时有能力引进这一股能量进入你的体内。这一股能量能够疗愈你身体所有存在的问题，能够让你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很健康。现在开始深深的吸口气，很好，你感受到从头部吸进这一股饱满的能量，你感受这一股能量带着疗愈的能力，带着神性的爱，你了解这一股能量对你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不妨用你的呼吸将这股能量从头顶的额头慢慢往身体往下输送，进入胸部，走向腹部，再将这一股疗愈的能量经过大腿、小腿，再从脚部排出，与宇宙、地球的核心连接。不妨
多做几个深呼吸，吸入能量，贯穿身体，再从脚步排出。排出的时候，将你内在生命中工作的辛苦、繁忙，都随着能量排出到体外。每一个呼吸带动能量的移转，让你的身体更放松，让你的心情很平静，让你感受到生命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辛苦。现在我将用我的声音带领你，将身上每一处地方都进到最深的放松。你唯一能做的帮助自己的就是倾听我的声音，不要批判，让我的声音协助你进到深层的放松。现在先观想自己的额头，想象额头的肌肉很放松，观想你的脸部，让脸部所有的肌肉很放松，眼睛放松了，鼻子、嘴巴、两颊的肌肉很放松。放松不需要技巧，只要你愿意，就可以进入很深的放松。现在感受一下颈部，颈部的肌肉现在非常的放松，想象肩膀放松到好像已经消失无踪了，不妨做个放松的呼吸，用呼吸去抚慰感受你的脸部，感受你的脸部所有的肌肉都放松了。在这一个冥想的当下，当你坐在椅子上，手部放在大腿的时候，大腿感受到手部传来的重量跟温度，你的意识可能正在好奇身体要怎么样子会很放松，但是你的潜意识已经在默默地为你规划，规划让你的身体进入深层的放松。我正在猜想你的潜意识不知道会用什么方式让你进到深层的放松，也许它就是用减压的方式让你放松，也许它用每一个呼吸让你渐渐地进入深层放松，也许你修佛的禅性的训练可以带动你让你放松，也许你有其他独特殊胜的方法去帮助你。不管今天我猜想你的潜意识会用什么方法，但是我相信你的潜意识很聪明，它会为你在今天的当下选择一个方式让你开始进入深层的放松。现在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胸部，胸部的肌肉现在很放松，每一寸胸部的肌肉在你呼吸的当下，让呼吸引导它们进入深层的放松。
很好，将这个放松的感觉移转到腹部，腹部每一个肌肉很放松，感受到腹部内在的器官，内在的器官，胃部、肠子、膀胱等等，都进入深层的放松。不妨观想你的脊椎，在神性的光疗愈下，在神性的光的抚慰下，你的脊椎从颈部到尾椎，每一节脊椎都在你的引导下，慢慢的、慢慢的，一节一节的进到深层的放松，非常好。用呼吸感受到身体放松的部位，感受到放松带给你的舒适跟安详，感受到放松让你在这个冥想的当下很平静，你感受到你的潜意识渐渐将在放松的过程中浮现出来，为你等会的回溯做了充分的准备。很好，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腿，感受到大腿所有的肌肉很放松。在这个催眠的当下，在你两脚踏在地上感受到扎实的沉重的感觉的时候，你的身体也许正在猜想进入多深层的放松，然而我正在猜想你的潜意识不知道目前哪一个身体的部位已经进到最深的放松，到底是你的右手、你的左脚，还是你的右眼皮，也许是其他地方，不知道你的潜意识为你哪一个部位进到最深层的放松。但是我猜想你的潜意识它会有能力让这个最放松的部位这样子的感觉蔓延到身体每一个地方，让每个地方都进入深层的放松。最后观想你的脚，脚上所有的脚趾头，感受到每一个指头都进入深层的放松。很好，现在在你容许下，潜意识帮助了你的身体进入了很深层前所未有的放松。不妨用你的呼吸去关照全身，去感受到全身放松的安详的感觉，让你的呼吸伴随着放松的身体，邀请潜意识渐渐的浮现。这个当下当你感受到很平静、很放松、很安详的时候，其实你的潜意识已经默默地让你进入了催眠的状态。等一下，我希望你用丰富的想象力想象，当我从三数到一，在数到一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自身
在一个你最喜爱的，让你的生命很喜乐、会放松的一个海边小屋。这是一个属于你的度假小屋，没有你的邀请，没有人可以去到这个小屋。在这个小屋，你全然得到隐私的放松、平静跟喜乐。等一下，我将从三数到一，数到一的时候，你会用你丰富的想象力将你置放于一个舒适美丽的海边的度假小屋。三，你正在准备转移到这一个度假小屋。二，你正在转移中。当我数到一的时候，你会很清楚地发生你转移到度假小屋中。一，不妨做两个放松的呼吸，去感受到这一个舒适、美丽、属于你的度假小屋。生命中，这个度假小屋很能够让你身体很放松，让你觉得很安全。用呼吸感受这个度假小屋。小屋里面有几个你所熟悉的度假的摆设，舒服的垫子，舒服的躺椅，燃烧的壁炉，温馨的地毯，原始感的木板，舒服的温度，感觉在小屋中生命很温馨，很幸福。在这个舒适的当下，当你站在小屋中，你如果愿意，不妨抬起你的步伐往窗边走，走到窗边看看窗外的海边跟景色，每走一步感受到越来越放松，每走一步让放松的呼吸伴随你，觉得更放松。走到了窗边，不妨往外看，窗外许多美丽五彩缤纷的花，花朵各式各样的颜色，红色、黄色，五彩缤纷的色彩。看到这一些五彩纷乱的花的时候，感受到生命充满了喜悦与丰富。打开窗子，感受风吹进来，深深的吸口气，感受风，感受带着海味的风吹进屋子，吹过你的身体，温暖的风吹过身体的时候，感觉好舒服，好像婴儿的时候母亲
温暖地抱着你，感受到阳光从窗外洒进屋内，阳光温暖地照在皮肤上，感受到皮肤的温馨跟舒服。不妨深深地吸口气，有闻到海风吹来的海草香味吗？有闻到窗外花丛传来的花香吗？闻着各种自然的香味，觉得生命好自在，好幸福。如果你愿意，不妨推开这一个温馨小屋的大门，走到屋外，感受一下大自然。当我从三数到一的时候，你将自己从屋内转移到屋外，站在屋外的花园中。三，你正准备转移。二，你在转移中。当我数到一的时候，你将发现你置身在屋外的素色美丽的花园中。一，站在花园中，感受到阳光的温暖，感受到风吹过皮肤的感受，感受到花五彩缤纷的颜色，感受到周边自然的许多景观，看着眼前一条树身美丽的石板路，你想沿着石板路走向海边，走到海滩上，感受一下海滩的风景。如果你愿意，提起步伐，走在干净美丽的石板路上，一步一步走向海滩。这是一个秘密的海滩，除了你，没有任何一个人。你开心的、喜悦的走在石板路上，看着两边树身的风景，每走一步，感觉到身体更放松。每走一步，感觉到潜意识更加清楚地浮现出来，准备好等一下在回溯中提示你生命的重要资讯。你开心地走在石板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海滩。在这个移动的过程中，你的意识正在好奇你这样的移动到底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然而你的潜意识正在默默地为你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让你的身体，让你的心灵进入更深的放松。你一步步地走向海边，海水那么的蓝，那么的清澈，那么的干净，
海水冲击在海滩上，白白的细沙混浊着清澈的蓝水，你不禁脱掉鞋子，用你赤裸的双足慢慢地走向海滩的海水中，清凉的海水浸湿着你脚部的皮肤，感觉到好清凉，清凉带动你身临自在的感觉，带动你在一个放松的当下觉得好舒服。海水轻拍着你的脚裸，轻轻地拍着抚摸着按摩着，轻拍的海水撞击着你的脚裸，形成小小的泡沫，泡沫一个一个的兴起再破碎，看到泡沫的兴起跟破碎，感受到生命是这么样的丰盛。在这个当下感觉到一切是那么的美好，不妨一步步地沿着海边走着走着，看着一边的海，看着一边洁白的沙滩，在这一个自然放松的当下，每走一步身体觉得很放松，觉得好舒服。你的潜意识很聪明，它不但内在有非常丰盛的回忆，而且有非常具有智慧的学习能力。它不但储存了很多你的生命中的一些重要事项，甚至于你不知道的事项，同时它在生命中不断地帮助你，为你学习。还记得很小的时候，你能够从一个不会讲话的不懂事的 baby， 很快的在很短的时间，你就可以跟很多人开始沟通跟对话，你的意识完全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忽然具有这么深厚的能力，可以让你有一个完整的言语跟周边的人对话。其实这都是你的潜意识默默为你做的努力。你的潜意识无时无刻都能在必要的时刻为你学习。此外，潜意识很聪明，他有的时候他莫名的，他不经意的在生命中为你剪辑了很多片段，他把片段用回忆的方式组成起来，他把这些片段跟一些情绪连接起来，一个连接了情绪的回忆，它非常体贴地植入了你的潜意识。你的意识每一天用它的理智跟智慧带领你的生命做决定做判断，然而你的潜意识却无时无刻地
也在每一个时分，在意识的后面，在影响意识，在影响你生命的判断。它比潜意识，它的潜意识比你的意识用了更多的时间在安排，在影响你的生命。你的潜意识剪辑了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回忆，很多的情绪。潜意识在每一个你生命的事件当下，不断的，它用协助的角色提供你生命的反应。然而，遗憾的是，它常常所提示的反应，并没有带给你生命的宁静、安详与喜乐。它所提示的回忆跟情绪，却带动你生命的痛苦。你的意识正在好奇该如何去观察这个潜意的时候，你的潜意识这时候，只要你容许，他会愿意为你改变。譬如说，他愿意为你切割掉中间你所不需要的一些记忆跟情绪，他也愿意为你加注在里面一些你所期待的记忆跟情绪。还记得你在很小 baby 的时候，曾经把手指放到嘴里面去吗？还记得当你吸着手指的时候，觉得好开心，非常非常的舒服。然而你不知道，生命在某一个时段点，你忽然间发现你不再吸手指了，不见得妈妈叫你不要吸，也不见得你告诉你自己。然而忽然间你发现这个比较不是很雅观的习惯，它自动消失了。你的潜意识有很好的能力，能够帮助你去除它的内在不再需要的负面的劣质的一些回忆跟情绪。此外，它也可以帮你想象，想象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好。比如说，想象到让你怎么变成每一天都很开心的人。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用一个占星的感受去看待潜意识。你可以把潜意识看作是一个很长时间没有整理的房子。如果你从屋子外面呢看里面，你想看看屋子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你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在里面有一部分却藏了你生命中你所不期待的垃圾。这些垃圾包括愤怒、伤害、仇恨、惊恐、不必要的压力。其实，你的潜意识并没有任何的恶意，他这些行为，他储藏这一些内容的垃圾，都是无意的。但是在这一个冥想的当下，你内在很聪明。当你在这个当下
与神性的能量连接后，你了解，你知道，你愿意，你也有能力能够装饰美化你的潜意识，装饰美化这一个房子。你面对障碍，因为这些垃圾阻止你，使你不能够装饰这一个房子。潜意识的垃圾阻止你，让你的生命选择更快乐、更平静。你了解了，要装饰房子，首先就是把这些垃圾通通丢掉，尽情地丢掉它们。只有当你清理了这些垃圾，你才有空间去装饰。你的意识正在好奇如何去清理垃圾的时候，其实我在猜想，你的潜意识可能正在选择用一些它所独有的方式，帮你先检查各式各样形态储存的回忆跟情绪，同时间清除掉你所不需要的垃圾。这一切都会发生，只要你容许，容许让这个房子重新美丽。你可以为房子漆上漂亮的颜色，你可以在房子内摆上很多温馨美观的家具，可以墙壁上挂幅画，让房间变得很生动，也可以放一些绿色的盆栽，让自然进入到你的潜意识中。有的时候你可以慢慢地搜索潜意识，也许你会搜索到里面竟然地上有一颗钻石，竟然发现到书架上有几个回忆很美好的相片、奖杯，有一些美好的一切，让你了解生命其实可以有很多快乐的回忆。不妨借着这个殊胜的当下，去感受你的潜意识，进入潜意识去搜索，把美好的保留起来，常常在生命中记起这些美好的，把不好的，只要你愿意，把它抛弃到垃圾中。这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只要你愿意。不妨用一点点的时间，在这个冥想殊胜的当下，进入你的潜意识，做一点观察，做一些了解，做一些整理。我们不急，我们开始很有耐心的进去观察，做一些正向的整理。现在
我想用一点点时间，如果你愿意，我们谈一下生命的压力。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少不了有一些压力，几乎没有人例外。可是面对压力，每一个的反应都不同。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压力就是压力，压力代表了愤怒跟痛苦。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却全然是不同的态度，把压力当作是一种生命的一种另类祝福，是生命的学习，是能够经过这一些挑战而提升能力的机会。对于生命中出现的压力，到底它是负面让你痛苦的压力，还是正面让你能力增加的学习？这一切并不是事实的本身所决定的，而是在于你对事件的认知。当一个人能够愿意心平气和的态度面对压力，把压力转化成动能，转化成提升能力的机会，他就会对压力反而呈现了欢喜，反而愿意接受所有的压力。因为对于压力不同的态度，也造就了不同的人生。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压力，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方式去选择去面对压力。在生命中，你的潜意识很聪明，你的潜意识不管他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去面对压力，我猜想他正在选择一个方式，能够让你而后面对压力的时候，你会用一种平静开启的心情，把它当作是你生命的另类祝福，当作是生命中一个学习的机会。其实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为自己做一件事情，就是想象你穿了一件盔甲，这是一个可以保护你的盔甲。有了这个盔甲，周边的压力就不能够侵袭你。想象这个盔甲穿在自己的身上，当你走到任何有压力的地方，碰到有压力的人，出现有压力的事情，当你感受到压力在向你侵袭的时候，当压力对着你过来的时候，你会听到当一个声音，因为你穿了这一个盔甲，所有的压力都被反弹回去，都消失了。当反弹后，你又感觉到很安全，很平静，很有信心。在盔甲的保护下，你是全然安全的。周边越大的压力，你就越能保持心情平静。好像一个潜水员，虽然水压很大，但是在潜水衣的保护下，巨大的压力与他无关。
现在当你正舒服放松地坐在椅子的当下，当你的潜意识正在智慧地倾听我声音的时候，你的潜意识也许似乎已经了解到你能够重新调整对压力的感受，你能够重新控制面对压力的正确的反应，从今而后对压力你有新的诠释能力与智慧，你会为你的意识建议创造新的反应与新的行为模式，这个反应跟模式会让你的生命更美好。不知道你的潜意识会用什么方式在未来面对压力的时候为你疏解转化跟让你开心，但是我相信潜意识现在已经为你在搜索一个方式，在将来面对压力的时候会协助你释放压力。当而后压力迎来的时候，你会忽然间在脑海的出现一个快乐的一个象征，一个幸福的闪光。记住，当而后压力出现的时候，你的脑海中会出现一个幸福的闪光，这个闪光突然间一闪，在闪光后他告诉你说，一切的压力都是生命的另类祝福，你会用平静跟放松的心情去感受，去释放压力。所以当而后任何压力来的时候，你都可以练习用一个正向的反射去面对压力。现在我想用一点点的时间为你谈到一个最基本的放松的呼吸。你有很长的时间都在为自己做放松的呼吸，今天我想借这个舒身的当下，当你的意识正感受一个特别感受的时候，我正在想能不能跟你讨论一下呼吸。我想谈到禅悦呼吸，谈到一个修禅的时候他怎么样用呼吸去改变他的生命。禅修谈的就是放下，放下就是去放下或是去消除
消除我们的内在对外在复杂世界的感受。生命中我们有五官意识，我们可以看到、听到、闻到、感受到并判断外在的来的讯号。当我们练习呼吸，我们要练习将这种感受重新去定义，重新去感觉。在呼吸的时候，如何去感受？感受这一些五官所感受到的，其实都是不存在的显象，它并不是实体，它并没有存在。痛苦的感觉不过就是一个感觉，它来了它就走了，你看不到摸不到，它不存在。快乐何尝又不是如此，感受到了消失了也就没有了，闻到的也是，吃到的也是，感觉痛苦也是，一切都不过是感受。不妨在呼吸的时候去内观，去感受一下内在，不用情绪，只是去感受，感受自己的内在到底有什么。你的内在就包容了你自己。去用智慧的角度认真的去感受你的内在，观察内在中，也许你有一些回忆，回忆到很多的事情，也许你闻到、听到、感觉到、回忆到，也许你有情绪，快乐、痛苦，去感受。感受这一些，它是真的吗？它存在吗？它在哪儿？它留在某个地方吗？你能够描述它吗？它有吗？用你的智慧观察这一些让你心灵波动的这一些感受，它到底是实体存在的呢，还是就还只是你的感受？它有吗？你的保险箱放了一颗钻石，打开一颗钻石。抽屉里放了一个图章，打开抽屉一个图章。打开你的内心，在这个平静放松的当下，感受，感受到什么？一切一切的，不管是生命早期的痛苦、无奈、悲伤、不满、愤怒、被欺骗，他在哪？他有吗？他只是个念头，只是一个类似垃圾的念头，还是他在？他是图章吗？
他是保险箱里的钻石吗？还是他没有？当我正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你的潜意识也正在思考，他有吗？如果他不是真相，如果他不是真理，如果他不存在，他只是你念头下的幻象，他只是个虚像，他是虚空中不必存留的一些假象。那为什么生命中你痛苦？你生命中每一分每一秒应该美好的生命，你充斥着这一些幻象，像一堆迷乱没有头脑的大象，不断地冲撞你的身体跟心灵，让你愤怒，让你忧愁，让你莫名的辛苦，让你生命不快乐。它存在吗？它是抽屉里的土章吗？它是保险箱里的钻石吗？它到底在哪呢？如果我们智慧地观察我们的内在，它就是假象。那如果你容许，你不可以要求你的潜意识把它一脚踢开吗？它需要很高深的智慧去了解吗？生命每一个 moment 都只剩下当下，以前发生的种种全部都是垃圾。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懂得生命喜悦的人，他会选择不让这些垃圾存留在他的房间中间。他知道当他要自在，当他要飞翔，他就不会背负着这些包袱在天空飞翔。自由自在的鸟儿快乐在天空飞翔是不带皮箱的。生命中这一些不必要的包袱就是鸟儿在飞翔的皮箱，丢掉它很简单，只要你把握住皮箱的手放掉。当放掉的时候，皮箱就带着重量消失了。今天在这个殊胜的冥想过程中，也要很谢谢你的潜意识带领着你，让你身体完成了这么舒适安详的放松，也要谢谢你自己为你的放松做过了这么多的努力。每一次放松的过程中，你的内在都获益良多。我们不计量我们获得的是多少，但是每一分的获得我们都感恩。等一下我将从一数到十，数到十的时候你将全然的清醒，回到一个开启放松舒服的清醒状态。一，邀请你牢牢地记住这一次放松的深度，在而后的冥想中
你的身体会很容易的将你进入如此深层的放松。二，谢谢你的前世为你所做的各种的努力跟搭配，它为你学习到更多正向的习惯，它为你放弃掉不必要的回忆跟情绪，它为你建立了正向的想象，这一切都将而后的生命中开花结果，让你的生命更丰盛。你的意识会忘掉这个过程中的细节，他不需要记住它，就像你不需要记住你的朋友的生日是哪一天，或者你的某几个客户的电话号码是几号，你也不必记住你妈妈的生日是哪一天。然而你的潜意识会牢牢记住这个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细节，而在你生命中每一天当必要的时候，它会用反射性的方式提示正向的讯号，让你的生命更丰盛。三，想象你的眼前有一颗洁白明亮巨大的水晶球，这是一个能量的水晶球，想象这个水晶球正对着你散发极大的正向的能量。你愿意的话，不妨做几个深呼吸，每一个深呼吸吸进这个水晶球的能量，利用呼吸将这个能量灌输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寸肌肤，让你的身体得到最大的抚慰、最大的健康，让你身体内的所有的负向的情绪跟辛苦都推送到体外。然后在生命中所有存在的压力，你会感受到生命中在身边出现了一个正向能量的水晶球。当你做深呼吸的时候，水晶球的能量就会重新调整你的情绪，让你在当下有压力的时候，瞬间你会觉得很开心、很放松，觉得生命的压力其实是个另类的祝福。四，在生命的过程中，我们不能选择生命所带给我们的诸般的现象。早上有没有塞车？儿子的表现好不好？先生对我的态度怎么样？同事不知道怎么想我，前途如何？我不能控制生命中加注在我身上的是什么，因为生命是无常多变的。但是我可以控制我所选择的方式来面对生命加注我的所有诸般的现象。我知道生命是我的生命，我知道选择是我的选择，我也知道我的智慧会容许我在未来的生命中为我选择正面的选择，我也知道我正面的选择不但会带动让我的生命不平凡更喜乐，我也知道我所做的选择会因为我的变化而让周边的人同样感受到
我的变化。我可以去想象，在这个 moment， 当他们看到我真相的变化的时候，他们也会带着一种很放松、很开心的感觉看着我，说：“谢谢你的改变，因为你的改变也带动了我的改变，也因为你的改变丰盛了我的生命。谢谢你。”你的同事、你对应的朋友、你的关系、你的亲人、家属，每一个人会因为你的改变而感受到正向的能量在影响他们的生命。你也许正在想这是什么样的改变，但是你可以也许已经猜想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看着你，带着微笑，带着他们生命也因为你的改变而产生的改变，对着你说：“谢谢你。”五，不妨开始多做几个放松的呼吸，每一个呼吸带动你的身体渐渐回到椅子上。在呼吸的时候，感受到脚踏在地板上扎实的感觉。在呼吸的时候，感受到手放在脚上所产生的重量跟温度。在这种感受下，渐渐的让呼吸带动你回到清醒。六，不妨开始动动身上的肌肉，动动脚，动动手，慢慢的动，让这些动作引导你感受到清醒的回到椅子上。七，而后在生命中，今天所发生的内容，如果你愿意，不妨在每一天有空的放松的时段中去回想，去重复，去让这些讯号跟得更加的清楚。八，已经慢慢感受到越来越清醒了，不妨动动手指头，手指慢慢的动，动动肩膀，摇摇颈子，准备感受到清醒，回到椅子上。九，吞吞口水，等一下当我数到十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清醒，好像睡了三天三夜般。十，已经完全的清醒，坐在Dr. 刘家的椅子上，觉得自己很棒，做了很好的工作。